其实我昨天跟他们视讯通话了一下，就是他们蛮担心我看到双 vocal 也会有像王总裁一样的想法，但事实上，我觉得跟我昨天听到的 demo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。老师，就是我设你说的那个高低八度的那个方法，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唱的时候那个声音就特别的奇怪，我唱出来的那个感觉就没有你发给我的那个视频那个洋气。我发了什么视频给你？不是那个爸爸。你们要不要自己聊？其实我还有一点，为什么要穿背带裤？张恩代言的眼线是自己考虑的吗？你要选颜值高还是有才华？当然是没有他颜值高的，来凸显出来。这一次听他们唱，其实完全没有那种土嗨那种感觉，没有。他一定要拿冠军，然后这句话怪怪的。等一下，他一定要拿冠军。你觉得最好的乐队的伙伴是怎么样的？能回微信的。